外层化了的，不过是心脏里，不是心脏肚子那一箱了。那就不用拉了。冷只是你冷是熟吗？通常你冷是冷哪里？冷熟吗？哎呀，他妈的，你会冷肚子的呗？那就不用拉了。神经病啊！车贵贵，维修费贵不了吗？如果你一个月收入啊4000-8000以后，你就不用去搬了，多万了。人民币有啊，人民币你都没有啊。